我在看那个新天层，现在烂尾楼没动静。OK， 下车烧直接撞过去，真没动静。让我走了，可以走走走，直接去新天层。来个蹦蹦，敢去绕城头吗？城头绕一下，或者你蹦蹦给我开，我去绕城头。这蓝点不能直接看吗？对啊，蓝点直接透。没东西，没透车。拿蓝点，不要烂尾楼了。看一眼。没东西，要撞吗？撞，拿蓝点。我真没看到，你们看一眼有吗？来一起，有车，有一辆，有车。那就拿烂尾楼呗，烂尾楼。走吧，烂尾楼。我贴近了才看到有车。拿左边，来这，来我这。放，拿海放。我操，为什么看着没人都是有人的？帮我快来一个来我这，帮我封烟，封烟，小李哥，快帮我封烟，快帮我封烟。我打回去。小心开门封烟。还好，我车漂移了，我只能停这了。我被扫，这车上被扫成一滴血，没事。我在车上被点残了。OK。有烟吗？给我一颗。有，给你两颗。二级头我呀，我头被敲了一。牛逼，吸起来了，我的。我说了，守住。今天的问题肯定跟昨天的问题是不一样的，兄弟。人来了，报位置。没人能扎进来，没事。有危险喊大声点。我北边没人能扎进来。我这也没，我这烂尾楼有守护神。最有可能的就是有人绕到北边进城。现在有人解盘了，那个。他们说要贴那个坡。你们。大哥，三三要帮，记得喊我，我现在得观察城里了。我知道了，你看吧。我来看有没有人进城，偷偷的，不然到时候来人了也要被打车成我们两个。就他们要进也会先进绿点。他炸反坡了。什么？他开过来。位置。就这个。那边，没事。沟里知道吧？反坡。报位置。刀掉了，帮我补。补了一枪 ，nice。我的视野太差了，我根本看不到人。没事，你就接他们就行了。他们如果真要撞，你就接。他们还剩两个，我们削他们血量，你接他们就行了。接。我的位置不会放的。你们城头绿的那边有没有人啊？现在刚刚有人露枪，还大概率现在没有，全来了，还可以，这枪还可以，守着吧。上次再去看一下刘栋那边能不能过来。城里没必要。就站在外边去看吧，你站在刚才。ST 还是不会过来。红砖房他们走了吗？需要我帮你们吗？现在是我得帮你们了。不太需要。有人加油站了，好像都还在打架。上来 DKG， 绿点有人扎了加油站的。OK， 他山上还有人滞留呢。加油站。几个加油站？我只看到一个蹦蹦，没看清有多少人，我的角度有点刁钻。好卡，一会儿 ST 可能进去。怎么这么卡？人太多了，我这有个扩容，帮带一下吧，小姐。烂尾楼都在背面，没在正面。京东 DKG 在城里。别倒啊！刚打最后一波，我错了。这房这绿点不在圈，他要么进加油站，要么直接贴过来我们后面那个房，我们南边那几个房。来了，我要蹲他吗？我可以阴着，你们能帮我打门口吗？他也不会直接贴你的，他应该可以给你打门口，兄弟，可以给你打一楼。我这是老干爹跟 ST， 反正被打倒两个，被打倒三个。我杀了这个这边看，直死的吗？对 ，OK。动车了，我这个
我的绿点去你们了，打一个绿点是通家宝。Nice, 能补吗？去这了，不能补，不能补，去绿点了。烂人想过来，哎，有人撞我了，帮我。我来，我来，别乱。来，我撞加油站了，很多，三个。站着的。烂人都是老干爹，烂人都是老干爹，加油站是 ST 啊。OK OK， 还是一两个。倒一个。我怎么看到三个车？加油站哪个吗 ？ST 不是满编啊。老干爹是烂尾楼的，要过来。老干爹是烂尾楼的，兄弟们，老干爹是烂尾楼的。烂尾楼要过来，烂尾楼，烂尾楼楼顶有一个，帮我看烂尾楼，烂尾楼要。你们帮他看。烂尾楼再一圈，暂时。再一圈，他再一圈，他再一圈。但他一会儿要过来。NV 在右侧，最右侧那个高。等会你叫我，我跟你来一楼打。铜雕宝被烫到一个。NV 在打铜雕宝右边。今天有脚步吗，兄弟？什么？今天有脚步吗？没有。行，咱们决赛圈，咱们决赛圈。妈的，好卡，我他妈。老天没过了，老天开了客车去围墙。老天还是要过来，先把烂尾楼卡死。红家宝死了吗？要贴，要贴，有人要贴我。来了，来了，帮我，帮我，帮我，快来帮我！来，我来了，交上来了，有雷，一楼有雷。我被打残了，我要打药。我在站左边，小心，我在站左边，小心。迪克，我挡不住，我一个人。来个人跟我们打一楼，快！棒，来一楼要人多，一楼要人多，快快快，来一楼！我在你们一楼。二楼楼梯口，二楼楼梯口去一个架，不是二楼，二楼那个窗，来打，可以打一楼那个窗。听脚步，很多围墙，门外都在围墙。两个，两个在哪里？好，我扔个火，丢火了。来了。两个，外面两个，我被杀了，兄弟。有雷吗？来打死一个 ST 的雷，雷没了。ST 两个，都在围墙外，捏东西了。能不能抱团反清一波？来个烟，我丢个闪。能不能？来，能打左边？能打左边吗？能打。我们来了，我们来了，沙弹。对。快下来一楼帮，下路，来，一楼帮，打一个，门后门后门后还有一个，后面后面看围墙，我在帮他们，右边围墙下路，倒了，我们屋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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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下次下次，最后一个最后一个二打一，你们直接打直接打，别着急，等一下等一下，小心，准备有斜坡可以去啊，别着急，别说我别说我，给你，别念了别念了，在后面后面吧，我爬过去我爬过去勾引他，我认雷。我被白了，哎 ，nice， 射手雷结束了战斗，这一局让我们恭喜 4AM。如你所说，在城区圈的决战当中，掌握中心的防区将获得最后的主动权。4AM 战队可以说是打了一个比较标志的进入到决赛圈，拿到了第二，这分数将会被进一步的拉开，又巩固了他们的分数嘛，优势会进一步的确定下来。来看一看积分榜。咱们腾讯视频跟 JD 骁龙啊，是两个人凭借12分13分往上冲了三个名次，而 Vivo Gaming 是比较可惜啊，第一局让他们迎来立项，确实是比较难受。确实，每当绕到圈面的时候，圈又切走了；每当到圈面的时候，圈还是切走了。榜单前五的队伍，真的就是不进则退的一个过程。有些战队。